3小时没喝水会死亡，你这片一定要记录下来，这个逻辑。大家好，我是庆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月。大家好，我是宝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变态女王珍妮。我是在英国留学，然后就读的是 Kingston University。我是科技大学的代表。我是没有读大学的代表。我是资学社的代表。我是清一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。我是宏光科技大学化妆品应用系毕业的。第一名的话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屈雅。我觉得是屈雅，毕竟他是 international 出来的，觉得他真的很聪明，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他第一名。我觉得应该是凡哥，因为他比较老。我今年33岁。小月会是最后一名，因为他年纪最轻。我是19岁的妹妹，一定是法帅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法哥，最后一名的几率蛮高的。法哥最后一名也不会违和。高中第一名毕业，大学第一名毕业，还有上新闻，他们搞不清楚状况，所以第一名我觉得一定是我自己。那你觉得？这部分第一题，哪一个基因？这感觉是学科的。对啊。好，哪一个基因跟人类最接近？排序。排序。排序啊。应该看得出来吧，但是其实香蕉跟人类的基因有高达50%相似，真的哦，就是50%，没有一半是香蕉。下一题，不是真实。好，都写完了吗？不要了，请开牌。最短的应该就是假的，真的，通常都会刺很多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下一个游戏。哇，这个好简单哦，耶！是科技，所以我很在意。好，公布答案哦，公布你们答案。这个对，对老人有点好。好，答案是 A。我选 A。关键 B。你写什么？你明明就是你这个年纪的东西，你怎么不知道？要学点行销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题。感觉都有可能存在。对啊，感觉都有可能存在。好了吗？请开牌，公布答案哦。公布答案，答案是 B。哈哈哈哈哈。有比你高的头没有？法科不是最高的。你不是最高的。没有，有比你更高的。感觉 B 很有可能。对。啊，就没有。对啊，那是真实存在的。头发的那个人叫渡边德果，在2012年，他留了15年的头发，然后靠着一罐发胶跟3罐喷雾把它梳起来，是最高的头发。野外求生333法则，哈，这条简单啊。对啊。好了吗？好，公布你们答案。哎，来不及判断了。3、2、1，答案是。越，你3小时没喝水会死亡，你一天到晚都3小时没喝水，这一片一定要记录下来，这个逻辑问题。3小时没喝水很正常啊，你平常就3小时没喝水啊。它是廉价的奢侈品，廉价的奢侈品。三题，天哪，也太难了吧！天哪，这很难嘞。你不是会吗？没有啊，照顺序就很难啦。公布你们答案。CBAD。是晋级
脑都有看过啦。世界三大哲学哦，这题不会也是势在必得。哲学，你从不要勉强，你从。干嘛针对我啊？好，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全错哎。全错啊？没有，就法哥对。对啊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后面这边都是哲学，我最喜欢了解哲学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下一题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每次冲花的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不是，对，是这个。哎，好，倒数五秒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公布你们的答案。A。B 吧。好，是 B 是 A。念这句啊，我没看过。有人看过。百合是纯洁的。什么赛？我这个是天师殿，好不好？梦娘的是梦娘是谁？你又知道他是谁了？知道。但是我不确定他的生日是。那他是谁？对的还是错的？好，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三二三。那所以林梦娘是谁呢？妈祖啊，大家都不知道妈祖。不知道林默娘是谁？林默娘是谁？他是从大陆福建坐船来，是真的吗？他是海上。然后对，然后因为他是保佑粤渔民出海，所以妈祖是我们最强的中心系。海上王子，海贼王。下一题。哇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我行啊。啊，我没有看海贼王哎。我也没看。哇，超爽。他是。新世王。可恶，谁知道他是谁啊？好，倒数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对，法哥跟李崇对。法哥跟李崇答对。他叫黑胡子，他叫黑胡子。好，下一题。四大名著。好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公布你们的答案。第一啦。就留二呗。对，答案是留二。爸，都搞不清楚状况。留二是脑残游记啦。对，这种什么都知道。对不对？厉害哦。那承认是西游记嘛？中国四大名著是哪四大？中国四大名著，好像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嘛，《三国演义》。哇。还有一个《金瓶梅》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。好强哦。是不是？真的就是《水浒传》的作者。对嘛？你就把老残游记写进去了，哈哈哈哈。题目出完了。哎，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打败米虫了。谁觉得自己是第一名？大哥吧。后面我赢比较多啊。好，总共五名哦。好，我们从最后一名开始公布。好，最后一名，珍妮老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屁呀！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。总共12分。来，我们说胸大怎样？胸大怎样？好啦。然后再来。第四名，青青，他得了13分。再来并列第四名的有两位，就是屈亚跟蒙敏，小月都是18分。然后再来就是，不是米虫看起来笨笨的，为什么要？对啊，我觉得米虫让我谁是第二名呢？我感觉很会读书啊。第二名，第二名是，米果。法哥24分，是一题一分哦，一题一分，总共50分，那打也答对快一半，就是没有人对超过一半。那有一些是太难了，不是，就是在公司里头，就米虫就是憨憨的那种。对啊。然后像小月跟那个屈雅看起来都很丑。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成绩是真的。哦。他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意外。对，就是原本以为他排在你后面。对。我有稍微小小参与知道前部的主题歌手，就大概知道是人。可是一听到国语数字是很多的绝望，可能题目出来的时候会听起来会很笨重。但我觉得其实还好，因为反正就是比较偏的知识，那这些东西能不能在未来能不能去应用到，我觉得也不一定。那就大家就当参考就好。像我不是提到英文不好吗？那是因为现在都太依赖那些翻译软体，导致我就根本就不用学英文。确实。用不到嘛？用不到就会忘。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真的太难。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工作赚钱，
较重要。对我来说，因为我上课的时候都在睡觉，读书只有占了22年，可是你还要活很久。我觉得我早一点出社会比较重要。讲的有道理哦，就算你读书读到博士，也才30岁。对啊，但是你工作可能到65岁，怎么样，工作的时间都会比较长一些。对，我觉得培训好工作的东西比较重要。就你这一段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说你确定自己不爱读书，那就干脆不要读书，直接不读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对，就像你也是自学嘛，直接就放弃那个学业。对，对，就直接自学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还幸运。幸运的点是因为我自己找到我喜欢做的工作，然后我可以把我的就是专业延续在我的工作里面。当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当然那个国音数我就真的不会读，我会把我的专业考好。啊，所以我在考大学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考到美容科前3志愿。啊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我读书不重要，那你有找到你自己兴趣，可以延伸在你后续的人生当中，这个是很幸运。哇，这你讲的好好哦！你们虽然最后一名，但是你讲的最好哎，好感人哦。好，那我邀请那个我最不看好、觉得最烂，结果他竟然紧咬紧后的米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米果，我觉得他像一个大哥。应该是说，我觉得你是跟我一样，就我们两个是最正常的那种上课无成，然后读大学，然后毕业的这种状况。但我从你从身上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能以貌取人，因为你雨桐看起来是一个呆呆的，对啊，只有我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怎么一直觉得雨桐很笨，然后从今天开始，雨桐对不起，我现在不会觉得你很笨了。那再来换国最有国际观的气啊，你在英国待几年？扣掉疫情的话，待了大概2年，还要再过去。对啊，然后因为其实算我是在国外读书，对，但我学的其实是艺术相关。所以从以前其实都不是不接触国音数字，那我基本都是以数科为主，所以我其实今天去做这些题目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蛮没有自信的。对啊，那英文那个部分我也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有一种被期待感，对，被期待感。你怎么可惜？我是 Fashion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。什么？好啊！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。Fashion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， 它是它算是时尚沟通跟推广，算是一种艺术传播吧。对，苹果行销嘛，行销化妆品应用，电子工程，保时捷。再加点。那当然，这个只是一个就是参考的依据啦，它并不代表就是大家未来的成就，那它只是一个参考而已。像你看，金青。你20几岁就开保时捷了，对不对？虽然答案答不对，但是他有保时捷可以开。那有些人他肯定要研究所毕业，他不一定有保时捷可以开。那学问只是参考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拍这个的主要目的就是，因为企划，那他那个时候就想说，他觉得应该就是可以，就是玩一些这种花样，让大家理解说，其实不同学程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常讲嘛，往往那个考试第一名的最后都是去帮人家打工，然后那个休学的最后当老板。但是这都只是参考，我们只是借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各种不同学程都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，那也未必谁对谁错，日后发展很难讲，那就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。我是 Gentleman 法帅，我是珍妮，我是青青，我是小月，我是米果，我是Chia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